小魔古波妞融化姨母少女心，难怪米娅对布布和波妞完全是两种态度。在妈妈是超人三这个节目里面，大家都从喜欢布布多到慢慢的被波妞给圈粉，这两姐妹花确实很可爱的。在布布和米娅争吵之后，大家都对米娅大有评判，不过这都是小孩子的吵闹。当然也有网友从另一个层面说出米娅不礼貌，没素养不好。米娅对布布确实是霸道好强，但是对波妞却是完全不同的状态。方志友刚带米娅来到贾静雯家里，就看到了坐在地上的波妞。波妞一直都是安静的美女子啊，哈哈哈，即便安静的坐在地上也能夺得很多人的关注啊。方志友带着米娅走到波妞身边，贾静雯叫波妞喊米娅姐姐，哈哈哈，波妞看着米娅都笑了，很可爱。然后这个软趴趴的在地上这姿势是啥意思啊？小波妞未必你是害怕了。然后米娅走到波妞身边，摸着波妞的头温声细语地说，波妞好可爱，哈哈哈，很难得啊，霸道小公主居然对波妞说好可爱，难怪波妞这么被圈粉呢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啊，看看这小脸蛋能不可爱吗？真的很萌啦。修杰楷、贾静雯、方志友坐在地上讨论了许久之后，便拿了一个小蘑菇发誓戴在波妞的头上，刚戴上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，哇好可爱，哈哈哈，看着波妞这个样子是真的萌化了好吗？大眼睛瞪着看对方，瞬间心都化了，蒙德姨母少女心都要融化啦。催人生女儿的假妈妈贾静雯，你要负责啊。不知道为什么波妞似乎很喜欢米娅啊，米娅看着可爱的波妞都萌萌哒，自己都看得不好意思了，而波妞则伸手要去摸米娅，哈哈哈，小可爱你要干嘛呢？小手手神在半空中却是半天没摸着人啊，人家米娅姐姐害羞了呀，不过这样的萌波妞真的是萌一脸哇，太可爱了，小波妞才一岁啊，就有大波网友被圈粉啦，简直太可爱了，百看不厌，这张脸每天看着做梦都会笑啊。来来来，波妞在看你，在看你啊，你知道他脑袋里想啥吗？哈哈哈，真的超级卡哇伊，有木有？看到布布本来就有大波网友被逼人生女儿系列，看到波妞更加不得了了，真的是催人生女儿系列啊，这样的波妞太萌了，真的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孩子，比小时候的布布姐姐还可爱呢，为今日系波妞狂打call。